小猪佩奇全景立体书，妈咪买了两本哦，我也不知道里面是怎样的。啊，后面是这样的，它应该是有的涂颜色啊，然后有那个贴纸，然后又有那一个拼图，然后还有那个游戏哦。现在你要打开哪一本？这本。欢迎来到我的学 movie， 冰卡乐的哈、啊。OK， 我们打开吧。哦，哦，哇，是这样的。这个，哦，这个可以游戏的。哇，后面还有。可以涂颜色哦，总共有六。这个是一本故事书，家庭外出日 ，OK。哎，这边有一个信封哦，信封里面是什么？哇，这些是什么啊？好像是可以把它们变成立体的哦。哇！是乔治最喜欢的恐龙。它这一个是恐龙博物馆哦。另外面呢？这个是水族馆哦。然后有水母、鱼、章鱼、海马。然后你可以把那个门打开。哇，它这边是怎样？海洋生物的知识哎。哇，月球博物馆哦。这是瑞贝卡的爸爸。水族馆。这是图书馆。楼有一楼和二楼。棒哎！那个粉色的还有一本这个书，对，另外一本是这本《佩奇的一天》。看看这些，啊，又有一个信封。那、啊、这个是收纳带来的。佩奇的一天。绵羊夫人。这个是教室哎，储藏柜。可以开了。哎，还可以开的哦。每看里面，我还有弹钢琴、楼塔，还有……他手拿着了吗？好棒哎！滴答 ，OK。接下来，这个是什么？医院哎！医院有床、水果，它还有放英文和华语的哦。床是 bed。等下，它的窗好像可以开的哦。可以的哦。看看它外面的风景是什么？哇，这个是办公室，办公室。这是猪爸爸的办公室和凯蒂柜子。哦，真的哦，可以打开这个哎。接下来 ，Super Market。超市，对了，超市。好多水果。我们看一下这些好像可以拿出来的哦。加奶。哎，真的可以拿出来了。还有这个吗？还有这个。这些都可以嘞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这个也可以。然后可以去超市买东西，这样子。对。OK。So， 第一本。架子。第二本。噔噔！现在我们开这一本哦，看看是怎么样的。
边也是哦。然后还有这个巴热，两个巴热哦，一个是佩奇跟乔治的房间，这一个是他还做了一个树屋给佩奇乔治吗？这是鸡的地方。然后后面还有的玩一些连连看啊，还有找不同哦，跟刚才一样。然后是贴纸，贴纸两张。然后就是右下的 coloring 纸 ，coloring 这个 coloring。哎，这个两张一样的呢？不是不一样啊，一样的。还有这一个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小猪跟乔治的屋子。OK， 现在是最期待的。我要数这本。等下，这边有两本《寻找恐龙先生》，还有《猪爷爷和猪奶奶的菜园》。OK， 收、so, 哪一本？它还是有故事的哦。它的第一面，然后这个也是哦，它的收纳袋喽。都是都一样恐龙。哇，这个是他们的客厅，好像啊，好像啊，他的客厅。然后这边有报纸，等一下，哎，这个有，哦，又有的看的哦。这个不是，这个是哪个棉花？厨房，哇，这是厨房，哦，他们的厨房是这样的哦。哎，他的烤箱好像那个可以打开哦，你打开给我看一下，有烤箱。在这个也可以打开。哇，在洗这衣服。厕所。哇，这个很像厕所哎。他们的浴室。马桶。喂，等一下。喂，冲完水要开呀。这样子，然后去。然后还可以进去。啊，他的 bathtub。哎，他的这一个 cabinet， 他的储存柜也是可以开的。加速。我先这样睡觉床，哇，这个很香哎，好香。可以，它可以盖棉被，它的那个棉被可以打开的哦。瞧这么多东西，喂，这个你看，可以这样子，那还有玩具，真的很好哦。好期待最后一个， okay. 好期待。啊，这一本是《猪爷爷和猪奶奶的菜园》。OK， 里面呢就是讲他的菜园哦，养了鸡。OK， 收一样哦，收纳袋咯，打开了，噔噔噔噔。什么？菜园。我要猪奶奶的家，然后猪奶奶。哇，他种了很多的多奶多。哦，可以的。哎，这个哎，里面有一只蜗牛，另外一只蜗牛。然后这边有很多 carrot 哦， carrot 可以拿去了。嘿，先把萝卜再放回去。好玩呢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？接下来，这个是小鸡。那可以看到那个里面。它的窗。还可以先打开，然后这边有什么？你看可以这样放哦！哇哇哇哇！还有这个呢？这个里面有什么？哇！ Okay. 我就是讲这个。这个是小鹏他讲。啊，池塘有鸭子。这个可以这样子吧？啊，可以。他们可以做。哇，什么？我们猪爷爷的做工啊，他的工作室，还有一个门，门可以打开，这个又可以拿出来，这些全部也是可以拿出来的，这个可以给他猪爷爷做工，可以这样站着，好棒耶。佩佩猪的全景立体书。如果你喜欢。